车大人，嘿，讲一下话嘛。我刚刚去里面经过，然后终于在文具店买了一大堆东西。这个鞋子，我觉得这个太瞎了，帮我买。超好看的，对，送你一身 ice， 还有一大堆笔帮我封起来。这样，这个太好看了。我现在在投，我这次本来是要买大衣。我那要帮我开路快。我这次本来是要买大衣，不要这样，这样好尴尬。这次光顶东京有什么感觉？そろそろお願いしますこれのスタイルこちらのエブフドンさんの朝日が Welcome to Alphacombi Building 你要走一次 freestyle 2階好美好痴呆症好像要叫一下